哎，但是因为这首歌哦，因为海派甜心呢，在现在在那个亚洲地方啊，是相当的红哦。光内地有一个节目，他就以那个达浪的那个造型去跳那个达浪舞。哦，真的。哦，一个节目的开场。我跑校园的时候，他们也都逼迫我跳达浪舞。 我的天哪！然后我叫每个人的手都要举起来，哼，很整齐划一，感觉真的海派甜心，你知道吗？红惨啊！真的很替你们开心哎，真的红惨啊，真的很好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替我们开心，真的很好啊。嗯，很棒。但更开心的是，我新专辑1月1号已经发，是阳光男孩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有一首歌，它是要送给粉丝的，为什么？ 就是很谢谢他们一路以来的支持，所以我想跟他们说，我只想爱你们。哦，这首歌跟罗志祥的这个名字也是有谐音啊。对对对，有很多粉丝也常开玩笑说，哎呦，这首歌是跟罗志祥有关系的。以前会觉得干嘛要有关系，现在会觉得好希望有关系。只想爱你，掌声鼓励。哎，你怎么打断人家来宾讲的话呢？鼓掌先暂停。等一下，因为海派甜心啊。没有啊，就唱一唱，时间差不多，我们要进现场啦。好。 好，很快进是，OK啊，志祥爱你是，对，好，只想爱你。你问我带上，会不会有压力？ 你问我，你眼中我看到什么才是？你问我啊，对对，大概刚有一点点累，有呢。你问我，你眼中我看到什么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life。 我们刚刚的这个表演方式是跟 MV 是很多很相似的，你们已经有拍 MV 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拍了。<笑>怎么好像这件事情很惊讶吗？他刚刚的口气是你们已经在一起了的口气，对不对？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感觉这是喜帖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。那这两个版本是不一样的。